K 谭佳琪，我今天非常的兴奋，因为我来到了淡水文化园区。我今天的任务非常的特别，就是要来这里学画画。我以前有小小的绘画经验在吧，但是来台湾之后都一直没有办法拾起我的画笔，因为画画实在太贵了，我还要买颜料啦、画笔啊、画板啊，怎么那么贵啊？我想画画也画不了。但是来到了这个文化园区，就可以尽情的画画，只要付一点点小小的学费、材料费，就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，把我的艺术品带回家。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开始，跟我走。到这里学画画，这里的环境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宁静，我的心情也安静了很多，可以认真的画出一个对我来说是我的艺术品。那喜欢学画画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这里学画画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希望我拍摄什么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哦。就这样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